Hello， 宝们，大家好！今天我收到了欧莱雅寄的口红，是他们家的新品小粉管系列。这个包装我还蛮喜欢的，磨砂可乐质地，奶茶色的拼接，拿在手里比较有质感。好不好用，我们试个色就知道了。第一支是这个313九字樱桃红，这支颜色很特别，是偏暗系的樱桃红，上最让我想到了最近流行的泫雅风，搭配布灵布灵的眼影会超好看。第二支是这个312日落橘红色，感觉又不是那么的橘，我们上嘴看看，有点像脏橘色加入了奶茶色，不会显唇纹也不拔干，白皮黄皮都能驾驭，很显白。第三支是这个314白桃乌龙色，这支颜色还没上嘴就感觉到很温柔了，非常适合喜欢化淡妆的小姐姐，穿上白衬衫温柔自信简直满分。第四支是309桃子樱花色，说是樱花色我感觉更像是淡淡的橡皮粉，哑光的质地上嘴很丝滑，这个颜色让我想到了韩国的李圣经小姐姐，可盐可甜可温柔。我也不知道怎么选择，我感觉这四支都蛮好看的呀，评论区你们来告诉我吧，记得右边点心点关注。